门主，什么伤能劳得厉门主亲自来找我？小伤，小伤你能来找我？ 厉门主，你不得了啊！管这叫小伤啊！哼，还挺能忍，干脆来做我的药人，给我试药得了。看看你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，招惹了些什么红颜祸水？若换做沈千景。 你当如何？你跟那个宗门女子才认识多久？我和千景不一样。若论时间来算，罢了，这本来就不是该按时间来算的事。 今天先治到这儿，明天你再来。记住这期间不要动用功法，你死了不要紧，可别坏了我的名声。别怪我没提醒你。有了在乎的人，就会有弱点。你是万路门门主，不能有弱点。他是我唯一的弱点，也是我坚强的理由。 学什么不好？非学痴情种。苍天不仁，自古能成几对痴情人？